今天我老姑又买了猪头和猪蹄儿，也是烤好了拿回来的，一会儿搁这个盆给它泡上的。一小米差不多吧，够不够？够了吧。二大爷回来了，待会儿。那猪头能泡一吗？能。这热水一会儿就能卡上。热。你就忘劈开了。没事，就忘了舀点水就行。行行，对，一会儿就好。这大猪爪子真大，这家。咱这块卖猪爪子送肘子，送八八肘。你不用着急，一慢慢整干净干净。大哥整干净一身，我还不去整干净，跟刷肉锅准备要护猪头了。这猪头都洗干净了，劈开了。哎呀，洗的干净净了。姜和料酒，盖上烧火。这也是。带你试试这个。这也行。你就带这个吗？对。带躺的。这你捂这玩意多沉呢？这你踩上地什么玩意儿？小哥去了。去了。你那就回来啊！我不能挺着。什么不能挺着？老爸上地干活去了，给大舅家去翻地去。耳朵和舌头怕糊烂糊了，先给它捞出来。猪头和蹄子可能还得糊个一个来点吧。下轿糊点土豆子。轿里还有啥呀妈？除了土豆？就剩带土豆子了，没有啥了。萝卜也没有了。慢点啊，一会儿你把袋子啊，行，把袋子先扔进去，我给你把着。完了，我往里下，别叫你爸下不来，就得往里下。兔牙还能吃吗？还是这样吃的，买点新的得了。买啥新的？就是自己家的土豆子，往上拽吧。好嘞。拽上之后你再上来啊！你得搁俩手，一个手能拽动吗？我知道了，你上来吧。先搁着下屋吧，先吃了，先来取了吧。搁屋该生羊子了。我看这猪脑袋烀好没？哎呀，这汤靠剩这么点了。那不然我又添点。糊了一上午，行了，捞出来吧。这猪爪糊的，哎妈呀，糊稀烂儿。老爸回来了，糊完了都。啊，那买个手套还往糊呢，还往哪淋？那我干活我没办法，我给你。扔外头不行吗？扔外头，我想扔地。扔地就不带。老埋汰了是吧？那还不埋汰。今天能整利索吗？这地整的早呢，整利索。哎呦我的天，这是糗事，好的。炖的多呀，半锅呢，得两勺盐，盖一铜锅再炖它半个点儿。啊，下棋了。嗨嗨，谁呀？这是又争家长下棋了。神兽，神兽啊，神兽放学了。哦，我吃饭，哎，真香。
开饭了，我妈还做的豆腐酱。儿子，哎，坐着好。坐着的，坐着的。去，你尝尝，可好吃了。嗯，多好吃。你尝尝。嗯，好吃，小脆的脆的。这个端上来了。猪蹄我都不认识，大猪蹄子我不认识，嗯、这个，嗯，对，大骨头那就是猪蹄子，吃吧，加碗吃吧。哎妈，你大了，儿子来，吃就是，哎，你再有，再有，喝点豆，帮忙，这不是，我是加骨头，你这加皮就加上，直接这么吃就行，直接这么吃，能吃吗？你咬一口，好不好吃？吃，能吃你就吃。第一次吃猪蹄啊？嗯的，从小到大他也不吃。吃肉吧。肉，吃吧。你尝尝，你尝尝，好吃。这肉咋这么肥呢？猪蹄好吃，正经白点的。香不香？嗯。真好吃。嗯。这猪耳朵好吃，儿子还要不要了？猪耳朵。我不吃那只肉了，我就吃。那脆一声吃。你得脆一声是吧？加一块。我发现现在会吃了你，你从这顿开始开启了猪头肉和猪蹄子。再来块儿，嗯，啊，别吃多了啊，差不多就行。嗯嗯，差不多，嗯，现在就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吃真香，哎呀，我大儿子也能吃猪蹄子了，真香，真香啊，那吃多，嗯，全是，嗯，香香，香，这个黑的好像能吃吧。咬不动，能咬动吗？啊，那咋咬不动呢？能咬动吗？黑的牙都不是那么好使的。